大家可以坐前面一点吗？哎，离我觉得蛮远的，不好意思。第一排可以坐一个人吗？坐，哎，往前面坐好不好？因为这是工作坊嘛，所以大家会实际的做一些 coding 的，所以我会走下去看一下大家的 coding 的情况。那今天的工作坊的课程内容是关于 TDD 然后 Aspect 的介绍和入门。好，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艾浩，这里有我的布洛格跟我的 Twitter。那我现在在 AlphaCamp 的专任老师，然后我在那边带一个 Bootcamp 是叫 Ruby on Rails。好，那我在2006年就开始用 Ruby on Rails， 那时候是 Ruby Rails 1.1.6。那我猜大部分的同学应该是在学 Ruby， 可能是为了用 Ruby on Rails 吧。所以有在是在写 Rails 的可以举手吗？没有，有一点，一半。好，那今天的课程是有假设各位已经有在写一点点 Ruby 了，所以等会不会有撞击它。所以我 suppose 各位电脑里面已经有装有 Ruby。跑起来的，对。但是我只需要很粗浅的 Ruby 的基本的语法就可以了。好，那这是今天的 agenda。那今天的 agenda 是就是 part one 部分是 Aspect 跟 TDD。那我会先介绍什么是自动化测试跟 Aspect 的语法，然后我会示范什么是 TDD 的做法，然后会有一些解题的过程。然后下半场会是 mock 跟 stump。 好，那什么测试呢？各位同学有写过测试的吗？都没有写过测试。好，那正好就是真的写就是为了来上课。好，那测试其实如果你去看测试书，可能有很多名目，比如什么单元测试啊、应收测试啊、举手试。那我猜想各位的background可能还是主要是开发者出身，而不是 QA 嘛。我猜 QA 应该不会来上课。QA 应该已经会写测试了。好，那所以主要的 focus 的对象还是说，身为一个开发者，写测试可以帮助我们什么样，有什么好处那样子。好，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次来看，是。从最底层的是单元测试，那单元测试，强调的是说，我们去 verification 说程式的执行结果有没有对，这是从个别的很小的一块来看。那比较从使用者的端点来看，会是验收测试，就是我们会检查这个软体有没有满足客户的需求。那更说的更明确一点，我们今天会教的单元测试的部分，都是在测试个别的类别跟函数。个别的方法结果是不是正确的？那如果是比较大力度的验收测试，就会去从用户的观点去测试这个软体。那这是今天是不会看不到这一块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学 TDD 的时候谈的都是测试个别的类别跟函数而已，我们并没有去测说整个软体。那测试软体的话，它有另外一个术语叫 ATDD， 是 Acceptance TDD。那就是会用不一样的观点来看。那所以我们 focus 的是很小的一块，就是单元测试这一块。好，那也就是俗称的白箱测试啊，就是我们自己是开发人员，所以我们很清楚这些方法、这些程式怎么写出来的。所以如果是小的单元测试，就会是主要是开发者会负责的事情。如果是验收测试，这一端从整个软体来测的话，会是主要是专门的 QA 的测试人员去做那个工作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今天会 focus 在确认程式的结果，这是结果是不是符合我们预期。好，那事实上我们每天写程式都在检查程式的结果有没有对吗？
那如果我们是写 Web Develop 的话，那程式写完我们就会可能会打开浏览器啊，看看结果对不对。那如果是 Console 的话，那可能就进 Rails Console 啊，然后要去 Console 去跑跑看，就实际执行看看结果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检查。好，但是在比较一些演算法比较复杂或是 dependency 路径很多的情况，那手动测试就会变成没有效率了。就是当它的可能的测试的路径有十几条、二十几条的时候，你可能每改一行 code 没有办法说很有效率的测试完全部的实行路径。所以手动测试是可能会很没有效率的。那比如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式，是create year month， 就是你输入超过十月份超过十二的话，那它就自动进位。对，所以在这个演算法里面，事实上也是有三种路径的。OK， 那你可能写一个 web 的，可能写个界面去测它，那或者是我建个 console 去测它，就是输入一些不同的参数，看看说结果是符合预期。好，那但是比较好的做法就是，特别是对付像这种演算法比较 focus 的方法，我们就会去写自动化的测试。那所谓自动化测试，就是让程式去测试程式。那所以它的程式可能会长，大概会长这样子。好，那其中的一个 expect 就是一个方法，一个我预期它 expect create year month 2011年3月，它的结果应该要是2011年3月。2011年14，它应该进位变成2012年2月，2011年24应该要进位到2012年12月。OK， 所以它就这一行就代表是一个 search， 一个检查。所以就实际执行这个函数，你要其它的结果应该要等于什么？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自动化测试。我们写好这个测试，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说程式是有没有写对的。这是第一个好处。我们赌的是什么？我们的投资是我们希望写测试的时间可以小于事后去 debug 补错的时间。好，那这是他写测试的第一个好处。那第二个好处是说，是回归测试跟重构。那随着我们程式越写越多啊，就是新加的程式会修修改改，对不对？那我们很怕就是说会搞烂现有的功能，对不对？那或者是说，重构的时候会不会造成一些破坏？所谓重构就是我们把程式改得更漂亮，然后更容易维护。那我们就是在功能不变的情形下面去修改程式的结构。那当然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希望把功能搞烂掉。对，那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有一个测试是帮助我们去检查说之前功能有没有写坏，有没有更改烂掉。那这一种测试就叫做回归测试。那回归测试当然也可以用手测了。但是你程式越写越多，难道之前写的所有功能都你要手动再全部测一遍吗？那就变成没有效率。所以如果我们有写自动化测试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检查这件事情。好，那第三个写测试的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设计 API。怎么说呢？也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TDD 了。那TDD 告诉我们说，它的重点就是说，写程式的最佳的时机点就是我们要先写测试再写做。好，那它的主要流程是 read、green、reflect， 这个重点我们等会会练习到。好，所以呢，他就强调说，我们从呼叫者的角度去看待程式，可以更关注界面，协助设计出更好的 API。那我相信各位如果有去查 TDD 的介绍，应该会看到这些好处。那这些我们等会的练习会。实际的带大家看到是说，为什么会是怎样去看这些看设计这个 API 的？那第四个写测试的好处是，测试其实也是一种程式的文件。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程式的 API 怎么呼叫的时候，其实看测试程式我们就知道，因为测试程式就是去呼叫它。所以写的好的测试其实也可以被当作一种文件去事后去查，说当初的规格是什么。所以一个简单的小结，关于写测试，为什么要写测试？如果你的程式不是 trivial 的，不是很简单的，那写测试可以节省，事实上可以节省开发的时间。
那你的程式可能不是用过就丢的，那如果不是用过就丢的程式，那它就会有你留下来的测试程式就会有回归测试的好处。那采用 TDD 的话，就可以设计出可以测试更好的 API 界面。那 API 怎么用？那就是测试也是一种，也是一种程式的文件。那这是关于写程式的一些好处。好，那要怎么写测试呢？那所有的程式语言都有一个，用一个框架叫做 SUnion 回动 work 的模式来去做测试。好，那什么叫 SUnion 回动 work 呢？它将每个测试叫做 test case 测试案例，那每个测试案例会依序执行，那每个测试案例都会做四件事情，它会设定一个初始的状态，然后 exercise 要执行的要测的程式，然后它去 verify 那个验证那个结果是如预期的，然后最后 tear down 结束停止这样，那所以这是它的标准的流程跟做法，就是都是长这样子。好，那他希望每个测试案例都是独立的，就是测试一跟测试二跟测试三个别是独立的，就算交错执行也不会怎样。好，所以在 Ruby 内建的 library 里面，其实就有一套是 test unit 的。那大部分的程式语言其实语法都会是长这样，就是你有一个方法 test 的开头，然后里面是 assert equal 什么等什么。对，但是我们今天会学 RSpec 是在 Ruby 社群比较流行的做法，那就是语法上面会稍加改良，就变成像这样子，那就会变成 expect 的某一样某个东西，它应该要等于什么？在这个例子面是，这是一个订单啊，这个订单呢，它的预设状态要应该要是 new， 所以我 expect order 点 status to equal new， 那另外一个测试案例是expect order 的 amount 应该要是零，不是预设值。所以这有两个预，这有两个测试案例是用 int 开头的。那 aspect 的第一印象当然是它的语法跟 test unit 不一样，那很好，蛮像是一种测试文件。那它事实上我们就叫它是一种 Ruby 的测试的 DSL。那他强调就是说，他的语法是 semantic code 比较好读，写的更容易去描述测试的目的。那他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可以执行的规格文件。那特别是非常多 Ruby on Rails 的专案，其实都采用 RSpec 作为测试框架。虽然它不是预设的，但是很多人都会用 RSpec 来做测试框架。好，那当然它不是一种全新的测试方法论，那它只是一种改良版的 SUnit。 那它的语法上可能有些人查资料的时候会看到说，它不叫 TDD， 它叫 BDD。 对，那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只是语法上的差别，就是比如说 test case 它叫 example， 然后对它，然后 test suite测试整组测试它叫做 example group， 对，这个稍微语法上稍微变了一点点啦，叫叫网代义，但是我觉得只是换个名字而已，对，换汤，但是它的精神还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些基本的 aspect 语法，那 aspect 语法其实就是语法，对，那 describe 和 context 这两个字是等价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对外程式 describe 是某个你要测的东西，那通常可能是一个类别。那事实上你要塞，就算要塞类别都无所谓了，只是在描述你要测什么。那这可以 describe 可以是 nasty 的，里面比如说外面是测 order， 里面是 describe 的某一个方法。那通常在 Rails 里面，可能井号开头的我是要测 list 的 method。然后大的开头的时候测的是 class 名字，那这只是惯例而已啦，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写。好，那context 我们可以在 nesting 再套叠一层，是我们可能会加入不同的情境，比如说这个 order 的总价在 user 是 VIP 的时候，在 user 不是 VIP 的时候，对，那事实上这两个字是等价的啦，等义的啦，就是它只是一个 alias 在 Ruby 里面，在 aspect 里面。是等义的。好，那
接着我们看 int， 每一个 int 就是一小段的测试 assertion， 一个验证。OK， 所以里面的一个 int 就是一个测试案，测试 test case， 所以这里有三个 int。OK， 所以那当 user 是 VIP 的时候，他应该要 discount 5%， 如果 total 大于1000，你看这一段就是蛮像是文件的形式啊，你会在里面描述说你到底会测什么。然后第二个测试的案例呢，是它应该要折扣 10%， 如果 total 大于1万。OK， 好，那最后是真的是验证的部分是 expect。好，那所以我们最后这边会去真的验证的时候，是我 expect order 点 amount 它应该要 equal 1900。那前面都是执行到这边是执行嘛，然后这个是 expect 是验证，我验证它的结果应该是这个。所以呢，如果我们写 TDD 的话，那一开始会是红色的，是测试的失败，因为我们还没有先写实作。那如果各位去看这个输出的文件的话，其实是蛮漂亮的，就是 order 的 amount， 然后它的 user 是 VIP 的时候，它要怎样子。好，那如果我们这时候去写程式的话，那它就变绿色，就会产生出很漂亮的测试文件。当然，就是如果你比较龟毛的话，就是可以把英文写的，当然这可以直接中文啊，你在里面打中文。当然，这个层级是非常很是在类别的层级跟类别跟里面的方法这个层级。当然，我自己实务是没有这么精致，说小到这么小的层级的文件都做得很漂亮，不过还是可以，就是写测试的时候还是可以描述的清楚，让事后谁看得懂。只是这个产生出来的英文可能哩哩啦啦，可能英文文法不是很好之类的。好，那接下来语法是before 跟 after， 那它担任的动作就是 set up 资料的 set up 跟 tilde down。那 before each 的话是每一段 int 之前它都会执行。Before all 是整段 describe 的时候，它会执行一次。好，那一般来说都会用 before each 啦。所以像这上面的 before each 是我设定 user 跟 order。那这里用这里面的 instant variable 在下面的测试都会就可以直接取用得到。那这是所以它会先这个 before， 然后再执行这一段测试。然后他要把资料清掉，然后再重新执行一次 before， 然后再跑下一个测试这样子。那在 Rails 里面的话，是每一段的 int 它都会用一个 transaction 包起来，所以它跑完之后，它就会把资料从资料库里面清掉这样子。所以它就可以确保说个别的 int 的测试案例是独立的。好，那Pending 这个可以让我们先列出来，打算要写测试，然后暂时的去注解掉。比如说像如果是我这些 int 后面没有 do 跟 end 的话，或者是我前面打一个叉叉叉叉 it， 那它这一段就会不会去执行测试，它就变成黄色的，黄色就是 pending 的意思，那 yet implement 尚未始作。好，那later 的部分是我们可以事先像宣告的语法一样，先把一些常用的变数给它先宣告起来，就是把我们刚才 before 里面的那些user 然后 order 把它单独的抽出来。那它可以让它的这个语法看起来比较简单，而且它是 lazy 的，就是需要的时候才运算。那相较于 before 一起执行速度可能会快一些这样子。那然后我们就不用 instant variable 了，那可读性可能会好一点，所以下面的我这样宣告 user 跟 order 之后，我下面就可以直接拿到 order。那我刚才的版本是我放在 before，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老鼠 instant variable， 主要是插在这里。那还有一些别名是 int、specify、example， 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因为你这个 int 有时候你要组那样英文就组不出来 ，int should， 因为它当然你看范例的时候都是 int should 什么，它应该要等什么，但是有时候就是掰不出来啊，
那掰不出来的时候，我就用 example。对，那 example 里面的字就自己写，然后字。好，那一些命名的惯例，那就是一个实作的 .rb 档案，我们会配一个同名的点 spec 的点 rb 的测试。对，那这个是我们在搭配一些工具的时候，会它比较容易找到档案的所在的位置。好，那输出的格式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种其实是 spec duck， 就是它会把里面的每个描述都给它印出来。那预设是不会有产生文件的。那它事实上也可以输出 HTML 的 format， 它可以输出成 HTML 这样子。所以这个可能，如果你们有跑 CI 的话，可能可以顺便整合出来那样子。好，那我们等会还会看到有一个搭配的工具叫 Continuous Testing。会使用一个句型叫 class aspect。 那 continuous testing 顾名思义就是我不断的连续的测试，那实务上就是我只要程式一修改完存档，它就自动跑测试了，就我们不用再手动去执行它。对，那节省时间可以增加回应，我们等会会看到。好，那所以说教的部分大概就是结束，我们开始会做一些 coding。 对，那其实刚才的语法其实aspect 还有很多语法，所以但是实际我觉得会用到的没有那么多啦。大概就刚才的describe 的 context it example expand 就是几个。好，那我们今天会做的练习是我们叫做 code kata。 那 kata 就是那个功夫的里面的套拳的招式。那你看那些练功夫的人可能每天都练同一招，就是不断练的。那对我们写程式人来说，就是有一种练习方法，就是透过很简单的解题，然后用 TDD 的过程去磨练自己 TDD 的过程。特别是TDD 是需要练习的，就是你看可能会觉得就是先写测试啊，但是你如果没有实际的去练习的话，是会抓不到诀窍的。那除了自己练，也可以用 pair programming 的形式啊。对，那事实上，在公司如果有用 pair programming 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形式。比如说，我最喜欢的是叫做乒乓的模式，就是一个人写测试，然后另外一个人去写对应的实作，然后结束之后再他写测试，然后他再写实作，然后再交互这样子。对，就会变成说，我写了一个测试，然后你要负责写一个实作去通过我的写的测试这样子，刚好就会变得很有趣这样子。好，所以今天会 focus 在希望各位可以抓到 TDD 的一些测试精神跟诀窍，那会比学更多的漂亮的语法还要更重要。好，那首先我要请各位准备的是一个 kata 环境。那我在 GitHub 上面有放一个 Ruby 的 kata， 那我现在可以自己我先手动做一遍。那这环境非常简单，对。事实上，就是那我猜测各位如果还没有电脑上面还没有 aspect 的话，可以要先装一下 aspect。反正我已经有了。然后，开一个一卡塔的专案嘛。刚刚已经有了，看到吗？这是一个空的目录。那我们只需要一个，我们只需要一个总控的目录台就可以了。好，那第一个要放的是 Gfile。是啊，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开始用了，就是每个 Ruby 专案会有一个 Gfile。这是一个 Gfile。好，那我们会需要一个句叫做 aspect， 就需要它而已。好，
那然后放一个 stack 目录，然后可能有一个 lab 目录是放我们等会的实作。好，那还要做什么呢？在 spec 目录下面，我们再开一个 lab， 是因为我们等会档案会放这边，对，所以大概有这样的结构。好，那这里面如果我们放一个档案是 Kata 的 spec， 这是我放测试程式的地方，然后我的 lab 目录下面假设放一个 Kata 边，那这是我等会放实作的地方。OK， 这是我测试程式。就可以开始写测试了。然后先做一个很无聊的。OK。然后要执行的话就是。因为我刚才有写，我去file了，存档，见，okay， 然后打一个bundle。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跑这个测试了，就是aspect spec lab， 然后 kata spec 来掉，好，拼凑字。通常打字都会打错。所以那这样子是，他就跑了一个测试，然后没有 fail 了，但是我不太喜欢他的输出的 format 呢，所以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点 aspect 的隐藏档，那比如说加上一个 color， 那它就会有，它就會变绿色，事实上，我可以再加一个是。如果再加上一个 format 是 documentation 的话，那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输出，就是把我那个里面的描述都印出来，这样。好，那如果我加上一个 fail 的话，你说，我让它故意 fail 掉 ，false。他会给我一个红色的 fail， 那看讯息的话会是，我预期他应该要是 false， 我得到一个 true， 这是测试失败。好，那我刚才的 kata 这边，我要怎么载入他的实作呢？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假设有 kata 的话，我如果有一个实作的话，那我希望 state。但是我这样执行的话，他会跟我说，他找不到卡塔。那这个只要在前面加上快乐，不是上一层的上一层的 lab 卡塔。那他当然是跟我说我没有 debug 的方法。因为我还没有实作的方法。那这样跑就会通过测试了。好，那当然到现在我们只是让这个架构跑起来而已。好，那我刚才有讲到那个一个 continuous testing 的工具，那个要怎么装上去呢？它那个要再多一个菌叫做。Guard aspect， 好，放松。
然后 Guard MIT State， 组装了一个 Guard 的 Aspect 的 Gene， 然后我执行了 Guard MIT Aspect， 它就会产生一个 Guard File 的一个设定档，这个设定档内存档，所以好了之后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就打一个 guard， 它就会进到某一个 console。这 console 可以干嘛呢？当我们有修改的时候，它就自动跑了，它在我后面就自动跑了。所以，我看我一存档就改了 ，course， 它在后面就自动跳了嘛。对，那它之所以可以知道说，这个对应的关系是定义在这个 guard file 里面有一个设定的对应，就是我刚才不是说我们希望那个测试的档案的命名是有一定的管理嘛？那这是因为像 guard 这种工具都会有配合类似的管理，说比如说我放在 lib 下面的这个档案，它就会去找 spec 下面的 lib 下面的同名的底线 aspect。那这是它的命名的管理啊。那是你看这下面有一整套阿古是 Rails 的，所以 Rails 也会是它也有这样的设计啊。所以放在 model 下面，然后就会去 model 的部分下面找等等。好，那如果你用 Mac 电脑的话，你用 Mac 的话，有一个工具叫做 Globby， 然后它是一个提示的小工具啊。但这个工具在 App Store 上面是要卖钱的，所以这是 option 的。那这个只是一个改它的提示的功能。那我可以示范给各位看，就是我装了它，然后再说你看，然后我装了这个 Gene， 然后我也在 Apple Store 上面装这个，然后还要再装一个 Command 工具，然后这边要再加一行这个 Modify 改成这个，那这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有点小麻烦，但是爽度比较高，就是下面那个有没有？所以提示就自动跳出来了，对不对？好，所以我就不用那个躲在后面在看，那只是一个 Mac 上面的一个可以搭配的工具，这样子是可以提升爽度的。好，那但是它在 Mac Store 上面要卖一点点钱，这样子，这不是必要的。好，那好，那各位准备一下这个环境好不好？就是你在你本地上可以跑起来，然后可以打 aspect， 然后你的 lib 下面的一个 kata 的 file， 然后可以的话就是把 guard 跑起来。对，好，那 Globby 当然是可以不用装。好，那就是先把这个环境可以跑起来，可以各位大概五到十分钟的时间。那如果已经忘记我刚才的指令的话，可以在我的 repository 上面找到，可以在这个专案上面找到。好，那我们大概给各位练初始这个环境到7:30，然后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举手一下，我会过去关照一下。
好，那有的同学在等网络，我们先看，那我先进行下去的，直接先看第一题吧。好，那记忆的诀窍呢？第一个诀窍就是大家要掌握的诀窍就是 array green effect 的这 development cycle。好，就是先测试是红灯，然后我们让它变绿灯，然后我们再重构。这个开发的周期是 TD 的第一个重要诀窍。所以呢，我们来第一个题目，非常简单的题目就是这题目叫做 fixed boost。我们从一数到一百，然后逢三整数我们输出一个直传叫做 fixed， 逢五整数我们输出 boost， 然后逢三五十五整数我们输出 fixed boost。所以我们写一个方法，传进去一个字数字，然后它输出一个直串给我。好，那所以我们就来写这个程式。所以 issued convert 这里只是写文件的，因为 convert 三个字。好，那我写了三个，它已经跑，跑太快了。OK。开始呢。所以从这里开始就在思考说我的 API 要怎么写的嘛，对不对？它应该可能有一个 convert 三，应该会这样执行吧。所以我预期它的结果应该要是四。好，所以我存档，它就测试就 fail 了。所以它第一个 fail 告诉我什么？它没有这个 custom， 因为我根本没这类别嘛。对，所以我回头来在这边再重写的。对，那当然我在我这个练习里面，我的名字党名叫卡塔，一个叫卡塔贝克。那当然我们实际自己写各位的 library 或者什么时候，就会把那个党名配合你的那个 library 的名字，配合那个类别的名字是变的啦。对，但是这里我只是练习的道场，所以就大家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不然我就换一题，我这个 require 的地方要重改。好，所以我有这个类别，所以就不会成长，还有又有新的错误了，是他找不到这个方法，因为我还没写，所以就继续 convert。OK， 那就错了，我预期要 fix， 但是我拿到 nil， 因为我还没写这里面的东西，所以如果 int n 整数三的话，也可以理解。OK， 所以我就得到了第一个绿灯，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题，下一个。简单。三。OK， 所以我这样一跑下去就得到一个红灯嘛，对不对？一个 fail。OK， 所以红灯，那接下来我做绿灯了。fails。所以我得到了一个绿灯。OK， 那我们继续往下做，15的话就是。就得到了一个红灯，因为这个结果不是我们要的嘛。那 yes fix， 但是得到一个 fix。
所以呢，我们要再次修改我们的实作 if n percent 15等于零的话，那应该是 b 是不是 ？OK， 所以到这边，哎，全部都绿灯了。所以我们走完了一个红灯、绿灯、红灯、绿灯过程。那接下来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接下来你可能会看一看我们的实作，或是看一看我们的测试，哎，有没有可以重构的地方？那这里可能我觉得，当然这里可能青菜萝卜 各有喜好啦。对，那也许你会想要把这个食物的地方放里面去哈。但怎么改不是今天要教的重点啊，今天不是教重构对不对？所以如果它不是的话，好像效能应该好一点，理论上。所以，哎，我测试又绿灯了。所以我做了一个重构，这个重构的过程它结果还是绿灯，那它就告诉我说我的重构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就是它没有改坏嘛，对不对？那所以就是透过测试的这个安全网去确保说我重构的过程是正确无虞的，那所以就会是说，哎，我改重构的我改实作的时候，那测试构就不变了，然后让它都是绿灯的状态。那当然重构也有可能是 我想要修我的测试，但是我始终没变，那就会是让它也是一直是绿灯的状态。好，那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测试。那接下来我想请各位做一个练习，是判断闰年。那这闰年的演算法其实就写在上面啦，就是400可以整除的是闰年，除以4可以整除，但除以100的是不可以整除的是闰年，其他的是平年。OK， 所以各位可以怎么写呢？所以这里重来了吧。大家如果舍不得砍掉的话，就再抠一个目录这样。好，那一个闰年的程式的话，这里。可能会是我就给一些拖了，比如说2000年应该是零年，对，所以呢可能是零，2000。我预期他应该要是就对吧？对吧？对吧？对吧 ？OK， 所以各位就继续把它写完吧。那你当然会举更多 example 啦，比如说40，哎，2000是不是吗？2000是吗？2000是。不是吗？1900是不是吗？所以你可以举一些测试案例去帮助我们写出实作。那当然一开始我会先列一个测试案例，然后做实作，然后你再去找下一个测试案例，然后列实作，直到它 cover 所有的情况为止。好，那就请各位做一下这个练习，好吧？但觉得太难，会太难吗？会太难的话，就去做上一题好了。那你这个 API 想跟我不一样，是这是自由发挥的、啊，这个 API 长什么样子，各位自定。
好，那我很快的做一次demo。那我先给了两个 example。好，三不是问你，四是问你。好，所以有这两个 example， 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先写第一个实作。所以这样就通过了第一个测试，但是这个没有涵盖到我们所有情况，对不对？所以我们还会多加一些新的 example， 比如说我们知道250文。我刚才看到有同学打中文的，我也打中文好。250，就 false 了嘛，因为它掉到这一块，但是我们要排除掉100的情况，所以 y equal plus than 100。这样就过了嘛，所以那我们再来一个 example。所以我们在写测试的过程中，你会需要找到一些关键的 example， 是可以 cover 到我们的演算法。但事实上，当你如果你要手动测试，当然你要想到底什么是你的 key example， 什么是你的关键的案例测试案例，这是要想，可能是。当然就是你写是些你要先想说什你的你写这个方法是怎样才算对，所以你一定会想一些先设计一些什么是正确的案例这样子。四十人。那还有 pose， 因为它掉到这里来。所以里面又在一个，哇，这程式写的有个丑。对。and else。所以就测试都过了嘛。但是接下来可以重构了嘛，对不对？那这其实可以一行就 KO 了啦。一行是叫做，这个大家回去想吧。对，所以接下来就重构而已嘛，对。那事实上，大家是可以再浓缩一下，把它变成其实一两行就可以搞定。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较长的问题。刚才那两题是实在是太简单了，其实大家可能搞不好不用写测试还写得快。那接下来题目会比较困难一点，可能真的是没有写测试，可能就会拖慢你的速度的。我们来写一个罗马的转换数值，那这个我会全程 demo 了，对不对？因为这比较长一点。好，这可能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场，比较重要的 demo 之一。好，那所以我们来写一个罗马数字的转换，也就是说，当我们丢1的时候，它会给我一个 i， 然后4的时候会给我个 iv， 5的时候有一个 v， 9的时候有 ix。十二时候是 x， 二十二是 x， 我不知道大家对罗马数字熟不熟，所以它大概就是，会是这样的形态啊，一四二的话会是 ii， 三的话是三个 i， 对，五，然后六的话会是这个 b 后面右边再加一个 i 是六，那可以再我用帮大家复习一下罗马数字，所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嘛，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